在当今时代关于安全承诺的概念，一切赞颂全归阿拉，众世界的主。阿拉在《古兰经》经中说：“你们应当履行诺言，诺言却是又被神闻的事。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阿拉，独一阿拉。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仆人及其使者。”他在信中中说：“阿拉最喜欢的仆人就是履行诺言的人，求阿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信命弟子和跟随他们的众人，直到报应日。”伊斯兰是平安、安全、和平、信善和善待他人的宗教。毫无疑问，履行诺言在人类道德和人道主义方面具有崇高的价值。履行诺言的品德能在人民和人民之间传播平安和安全，也能在同一社会中传播合作，亲情建设和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履行诺言是信仰的一支条，是诚实和善待他人的品德一个证据，是穆斯林所具备的一个高尚品德，也是真正的伊斯兰教的行为方式。伊斯兰严格的命令穆斯林应该具备履行诺言、合同和章程的品德。阿拉说：“你们应该履行诺言，诺言却是要被审问的事。”又说：“当你们缔结结盟的约的时候，你们应该当履行，你们既以真主为你们的保障者，则缔结盟约之后就不要违背誓言。真主确实知道你们的行为，即谁签订了一个合同，谁必须履行各项合同的规定，谁与别人许下承诺，谁必须履行这种承诺。”阿拉还告诉我们，履行承诺的人们属于最喜爱阿拉的人，也属于敬畏者和忠心者。正如阿拉所说：“不然，犯僭越而且敬畏的人，因为真主却是喜爱敬畏者的。”又说：“履行诺言，忍受受困、困难和战争，这等人却是尊卑的，这等人却是敬畏的。”阿拉指出，他们将要接受最大的报酬。正如阿拉所说：“世间与真主所订约者，真主将审议他重大的报酬。”又说：“他们是尊重自己所受的信托和自己所缔的盟约的，他们是成功工作真的，他们是经受拜功的，这等人是在月圆中受优待的。”穆斯林又提高了女性诺言的价值地位，并警告人们不要违背誓言，因为卑微承诺会导致社会腐败，导致人民之间的失去信任，
违背承诺和毁灭道志，反弃和疏忽是心多误。牧神说，违心事的特征有三点：说话只有撒谎，节约只有誓约，受人信托则背信弃义。 约说：“除把非法变合法或合法变非法的协定外，穆斯林之间可以搞协定。除把非法变合法或合法变非法的条款外，穆斯林的都应该遵守协约。” 穆神也经过了我们对违约的惩罚，正如穆神所说：“下生日，阿拉集合先民和后民时，每一个违约者都有一杆旗做标志。”天先说：“这是某人违约。”伊玛目伊布内卡西尔。 说，伊布尼卡西尔说：“目的就是违约者隐藏自己的这种恶心，没有人会知道他。复生日，阿拉定把他们的秘密暴露给众人。教法面临我们履行的诺言中，只有阿拉承诺。” 当今时代的安全承诺的意思就是，国家对任何其他国家的国民给予的入境许可、签证或居留证可，无论是旅游者、访问者还是居留者，这一切都是根据与外交有关的国际准则、宪章。 和公约，或根据承认违合法的国家之间的双边的协定，同时动到国承认并施托这些法规。一旦私人获得居留许可、签证或入境许可，这就能享受这国家的。 所有权利，同时，所有公民和居民的都应该履行自己国家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国民所给予的这类承诺。无论教法还是法律，都不允许违背这种承诺，所以看到危害祖国安全。 和违反国家公共秩序的犯罪行为，所以必须将此事上报至相有关的机构，因为国家的机关能够根据法律规定惩罚这类人。但同时，除了与此事有关的机构以外，其他任何人不允许。 擅自惩罚这类危害祖国安全的人，否则一定会引起混乱。毫无疑问，履行安全的承诺是教法、法律和人道主义的都面临我们履行的一个义务。如果我们宗教提醒了安全承诺的价值地位，那么。 每一个穆斯林的承诺都是一致的，即人人为之负责。伊斯兰是履行承诺和合同的宗教，它禁止欺诈、欺骗和背叛。从穆斯林传说伊斯兰的第一天起，没有证据表明穆神和。 神明子曾对任何人拒绝安全的承诺，或
被弃对任何的人诺言，进入阿拉对穆信所说，如果你怕某部落不遵依民约，你就应该公开的把他们的民约删了，毁灭他们。真主确实不喜欢欺骗者的人。有一天，那时穆阿维参与罗马尼亚人订约民约，穆阿维亚先从靠罗马边境的地方出去了，这样当民约的一旦到了期限，他就可以突然攻打罗马。这时有人注意上前来高呼，阿拉知道，阿拉知道，遵守誓约，不可违信。他们仔细看，后来是阿布穆阿维亚穆罕默德请他过来询问。穆阿维亚的说，我听穆信真说，虽已与某部族订立了民约，也期节结束之前，他绝不能撒毁民约，不然他就是公开的向对方宣战。结果穆阿维亚带领将士兵们返回了。阿拉命令穆信义务陪主者当中的，如果有人求你保护，你应当保护他，以彰显伊斯兰教的伟大。正如阿拉所说，义务陪主者当中，如果有人求你保护，你应当保护他，直到他听到正主的言语，然后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这是因为他们是无知的民族。穆信以其言行提醒了对整个人类实现安全和安全的崇高价值。正如穆信所说，不见信用者没有信仰，不履行约会者没有教门。要说谁杀死民约者，谁闻不到约缘的美味。其实人从四十年的路程的意外，那便能闻到它的美味，而他却闻不到。又说穆斯林就是使众人从他的语言和行为上得到了平安的人，不侵害大众的性命和财产的人才是真穆民。穆信在履行承诺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即使这个人是他的敌人，或在否我为三家百德而战役的原因是，我和阿卜杜胡塞因出去了，但古莱什马的异教徒赶上我。他们对我们说，你们去找穆罕默德吗？我们说不是，我们只去麦地那。他们答道，我们只去麦地那，而不与穆信的战争的保障，就放过了我们。我们见穆信后，将此事告诉他后，他对我们说，你们去吧，你应当履行对他们的承诺的，求助于阿拉。总而言之，我们强调我们应尽的义务中包括各说并履行国家对其他人和国家的国民的承诺的和协议，同时我们应该保卫他们的生命，
财产和尊严，我们也必须好好接待他们，尊敬他们，让他们感到我们宗教的伟大，我们文明的程度和我们的人性，这都有助于长生。我们先要为我们的宗教、祖国和社会所树立的精神形象，这就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和人民的所应有的情形。我说了以上这些，求阿拉饶恕我和你们。一切赞颂全归阿拉，众世界的主，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阿拉，独一无二。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仆人及其使者，求阿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生命弟子的和跟随他们的众人，直到报应日。各位穆斯林，伊斯兰是正义、宽容与和平共处的宗教。如果一个穆斯林的去任何地方，那么他都会重视平安、安全、和平。如果一个穆斯林去另一个国家，无论是穆斯林的国家或非穆斯林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给予他们的承诺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承诺，因此他必须忠实并真诚地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不论你剥夺他人的财产，也不无理侵犯他人的尊严。如果他能做到这样，那么他对于他的宗教、祖国、文明来说就是最好的大使。他一旦进入那个国家，就应该履行与阿拉所定的约言，否则他将受到阿拉在以下经文中所说的惩罚。正如阿拉所说，以建筑地约然后加以破坏的，断绝建筑名人的连接者的，在地方上升的破坏的，这当人将被诅咒，坚持合适的恶果。伊玛目穆沙法说，如果一个人去非穆斯林国家，他们保护他，那么他不允许无理剥夺他们的财产，无论多少，即使他们与穆斯林的交战，因为他们保护他。有人说得好，履行承诺需于续承者的道德，背弃承诺属于欺诈者的行为。我认为最好的道德就是保护友好关系和履行承诺。主呀，求您引导我们与最美的平行吧，只有你才能引导最美的平行。求您消除我们的恶行吧，只有您才能消除恶行。